世事无常，是没事没事。我只不这些花，在我那个年头，人们说，琉璃如果他们听见了好声音，但如果反过来，所以现是啊，有人说是愚人众的阴谋，这座港口就和柴。唉，话头就到这儿打住吧。哦，那个老物件呢？那是我年轻的时候一个老朋友，他看我老是，但他当年就和我说，假如以后有人来，这么多年了，这铃铛，但是不知道怎么，唉，我这个老身子骨。对，婆婆，我们陪您回家，还能帮您。好了，孩子们，那个铃。咦，婆婆，您家。我老婆子可置办不起城里的房子。看看这个壶，我的全部家当都放在里面了。全部家当进不去，怎么想我都进不去吧。而且你为什么要让我进去？掀开盖子看看不就好了吗？孩子们，这婆婆真奇怪，说什么全部家当放在壶里。这是哪里？刚才发生什么了？好了，孩子们，这就是我老婆子放东西的壶了，快找铃铛去吧。哇，好像是婆婆的声音，她说这里是她的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唉，看来真是很久没扫了，怎么有这么多蜘蛛网？孩子们，就麻烦你们帮我老婆子打扫打扫这里吧。蜘蛛网是由元素构成的，这个壶里的灰，婆婆到底多少年没打扫了呢？冰鬼神速，冰鬼神速，随风而去吧。你说，有这么神奇的壶，还拿着那个涤尘铃，这位婆婆会不会也是仙人？我越来越觉得婆婆就是一位仙人了。但是仙人们不应该都住在绝云间里吗？为什么她会待在城里呢？
要上了。抱歉啊，老实点，收起来，来吧，哼，哼，电电，冻结吧，呀呀，掉上。这个如何？如何？要上了。破绽，稍纵即逝。随风而去吧。接下来，要上了！哇，这湖到底有多少层啊？要是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湖就好了，至少不用一直在野外露宿了。已经找到了，年轻人的手脚就是麻利。
我看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孩子们，快点出来吧。年轻人手脚就是利索，这么一会儿就拿到了。仙人这两个字，我老至于我是不是好像懂了，又好像没全懂，您不奇怪吗？傻孩子，李月，但无论是哪一次，一个劲儿地喊着抓凶手，现在你们来借力，所以我又怎么会不肯借铃铛给你们呢？喂，你这个人，这可是婆婆的东西。送你？你这孩子还……不过这铃铛，好了，再帮我给……有空的话。我们。不错，这正是涤尘铃。我们顺便把之前做好的香膏也安放了吧。仙人。疑点重重。对了，那位婆婆有空的话，过来喝喝茶也是可以的。老婆子我没什么家当，但总归还是有盏茶壶的。这语气可不太适合你。等到了合适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带着好茶去。那么仪式下一项准备。下一项我们去买风筝。风筝？钟离要带我们去玩风筝了吗？不是那样，风筝我会为你们解释的。好。客人，是的，辛苦了。这年头，这位钟离，不过这次旅途里跟钟离闲聊的东西还远远不止这些。他好像也能接上离月人最爱的金融。因为我更愿意把这些趣事分享给你们。哎呀，金窝在离月，没错。至于黄金窝。这个名字我最近听。嘿，这只风筝的雷舞，尽现智慧的草，水面般平衡的正义。那么阿山婆，我就先把这些预定的货取走了，余款的话我来付吧。是公子。只是路过。钟离先生还是老样子，付账或者喊人付账的时候，从来不看价格，也不看荷包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其或者换句话说，只是根本真是绝了，这种人。公子先生还是这么爱开玩笑。好了，买风筝一切送仙典仪需要物资，把这个钱袋拿去。我不说你也明白的吧？来晚一步。似乎错过了什么有趣的消息。下次想办法在更合适的时机出现吧。